我们都很简单的人，你放心好吧，不用那么细腻，我们都很简单的人。哦、嗯呐、啊，巨简单。今天有加深一下感情吗？加深的挺多呵呵，哎，这才是朋友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上来就很熟的，那不是朋友。我觉得男孩子有些时候打一架可能还很好，是增进感情的方式。打了过后散了，那就是放不在一起；打了过后散不了的，那就是代表磁场相近。我能做的就在当那个 bridge， 而且我非常愿意吧，对。